打呀？我记得咱们这个英雄一级跟剑魔打，一级跟那个诺丑打，好像打不过他。我们等到三级跟他打，跟他打是需要操作的啊，没有操作打诺丑是很容易崩的。谢谢春风难得意送的两个飞机，谢谢春风难得意。他不会在哪个草里蹲我吧 ？miss 了，这个人不会红开过来抓我了吧？可能红开了。Q 一，打他一下。我求死不得，如今我赐死不谢。先去插个眼，小心一下对面打野。我觉得打野应该是红开抓下的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抓我。一段 Q 一二连，漂亮，确定吗，朋友？大鹏，你看谁亏了？捅常德锁链 A E 躲他外圈 Q， 细不细？正好没有 给他 A 出什么呢 ？A 成五成血路，这波很细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溜了，稻草人来了，交闪就行了，这波交闪让他没有消耗到我，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跟他对线呢。他这波还会来抓我，你相信我，一般人都会来抓一下的。不来了，一段 Q 长德锁链，二段 Q 击飞崩山裂地斩截点蓝，这捅死了，再见。这一波细吧，这一波细不细啊？先推一下。那这个德莱厄斯给咱们杀了一波，那接下来就好打了，推了。回家一下，回家咱们先买一个死刑宣告，怎么样？我来想一下出啥，打德莱厄斯第一件，咱们先出个死刑宣告应该可以。走，可以出他一手，只要小心车打野就行了。我这一波没有闪现，打野过来抓我，百分百会死。也就是说这一把。我们跟他对线，他现在目前不一定打得过我，但是如果打野过来，我肯定会死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？没错，支援一下打野，别怕。Q 幺连接常德锁链，接二段 Q 击飞，接崩山立地斩，接捅，可以。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他直接给我拉回来了，我这个很厉害啊！走，三级。我身上有红 buff 呀，兄弟们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小心啊！咱们既然两个技能空了，咱就别搞了，咱就不要追了，稍微注意一点。我觉得咱们有红 buff 可以稍微凶一下。哎 ，Q 他一下，漂亮，一下够了。二段 Q， 哎，三段 Q， 漂亮，又打一套，又赚了，卡一波兵线，他想回家。他没有回家，他想吃这波兵线吗？不会吧。哦，很好，我溜了。等他过来，他现在非常危险。哎，这个塔他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个塔有点过分啊，吃我不少兵了。咱们把这个兵线给他卡一下，漏了几个刀无所谓，兄弟们。炮车不要了。炮车不要了。
赶紧做个眼，我现在没有眼，插不了了。想做个视野，一段 Q， 二段 Q 往回拉 ，W， 吸他漂亮，半血没了，感觉这一波对面打野过来，感觉可以双杀。一段 Q， 二段 Q 往回拉，漂亮，走，打野可能来了，稍微注意一点，打野可能来了。他这一波有点危险，他这一波给我 W 他就没了。等他过来，可以。他不会又回家了吧？Q 12接 W 接二段 Q 接蹦山裂地斩，捅一刀溜了，他回不了血，这一波准备越塔干他了。怎么看他呢？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一段 Q 往回拉一下，二段 Q 一走，吸点血，有闪现，能杀他不？他不可能会回家的，放心好了。这么多兵线在塔下，他不会想闪现拉我吧？啥意思？不是兄弟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看懂啊。这一波是什么意思啊？推了吃个塔皮，他怎么突然站着不动是什么意思？推了吃塔皮卡出去了，哦，他卡了一下，可以啊，好活，卡出去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推一下。还好，问题不大。问题，插个眼，打野在下路，那不用插了。感觉可以拦一波兵线杀他，七级，咱们九级。好，回家一下。哎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攻山裂地斩，捅。点蓝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 闪带走，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咱们这一波继续把上路的兵线给他带一下，漂亮啊！线推了，没有用的，一段 Q， 他现在已经炸了。这塔皮感觉还可以吃一层，打野刚才我的旁观看到他在下路，所以说这一波感觉还可以吃一层塔皮，推了。咱们第一件出一个黑色切割者吧，黑切来一个，小流量这一波有想法，可以黑切来一个，那他现在打不过我了，走。那他这一波是铁定干不过咱们的，九级。这个英雄联盟里面最需要操作的英雄是亚索，是不是？好像没了。下路被干渴了，那没办法。这个诺手是没有闪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一波可以压制一下。Q 一二零接 W， 接二段 Q 击飞，接崩山地斩，接头，很好，他走了，他被白白打一套，我们不亏，推一下，
赶紧把兵线推进塔，他这一波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们继续跟刚才一样卡他兵线啊，让他过不来，吃不了刀，让他生不如死，应该就可以推了。这边拦一下，放个眼，兵线吃一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段 Q 长得锁链，二段 Q，A。三段 Q，A，A，A， 一段 Q， 一走，漂亮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，其实不太想推一些塔了，有一说一，鞋的话，咱们来一个水银鞋应该可以。继续吃一波塔皮，一些塔来了，漂亮，回家一下，2000块钱回家先买一个水银鞋来一个，或者先买一双小鞋，再来个什么呢？战锤，再来个魔法抗性，这个魔抗做了之后呢，打野过来的话，如果开大，我们有机会可以反杀两个，懂吗？可以买个小魔抗。这个诺手现在就非常被动了，现在这个诺手这个英雄前期没有起来，这个英雄就废了，不太好起来。偷一波癞蛤蟆吃一下，推了，下路传来劫，兄弟们等一波 W， 他这一波有点浪啊，这个人来了，老弟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A 大灭一开，别急，等技能 A 接一段 Q， 接二段 Q， 接 W， 接点蓝，接 A， 漂亮。我们大招也是有个小加速，他想跑不可能，推了，漂亮。有人说主播 KTV 第三期什么时候出？不清楚，不是特别清楚。走，继续往前带，不要着急啊。推塔，打野不来了呀，这打野。感觉可以拿一波石头人，应该不过分吧？石头人刷一下。很好，他要了过，是不是要来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溜了，打野走了，那我就可以继续压制一下他们。Q 一二连，二段 Q 击飞，三段 Q 捅，想补炮车，一段 Q， 二段 Q 一拉过来，确定吗，朋友 ？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个 P 怎么说实话过来了是啥意思？他应该是从这边过来的吧？我这里有个眼，这边视野可以看到的。来一个水银鞋，再来一个什么呢？吸血出一个，被仙人跳了，回家一下。感觉操作有点失误，操作不失误，他们两个死了。刚才没有击飞到他们两个，击飞一个他们都死了。中路四杠二杠一，我吐了。吸血鬼好肥啊，可以，反应有点快啊，反应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想死？这是什么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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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何必呢？就问你何必呢？痛、哦！
溜了。交闪，就你有闪，我他妈也有闪。Q 要脸，别怕，有机会可以杀他。很好，长头锁链接电缆，漂亮，700块 A 接一段 Q， 接二段 QE， 接击飞，再接品 A 往回拉，触发征服者，然后呢，能追不？走位一下，那下路带一下，太灵活了，对面。漂亮，带一波下路吧，应该不过分吧，走，推他一波，咱这个血量阴他能阴到人吗？好像不太好。哎呀，他要打蓝 buff， 一定有点东西。捅捅捅，哎，什么意思，过分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， ADC 9-3， 我操，这个 ADC 这么肥吗？怪不得打你这么疼呢，死亡之舞来了。下键来个血手。不，这 ADC 为什么这么肥啊？有一说一，我以为他炸了，讲道理，没有想到我们家下路炸了。诺手11级，我们去上路带线吧，下路暂时不去了，这个点我们去打团不行。这个点咱们没有血手，在 ADC 打你太疼了，我们得上路带一波小线。走，咱们现在等级还是非常高的啊，打野被gank了，赶紧过去支援一下。走，好像跑了。放点音效啊，哎，机会来了。你在想屁屎呢，你在啊，你在想屁屎。大崩溜了，他要狙我了，小心一点，确定吗朋友，可能会死。与其当一个懦夫，不如当个勇士，对吧？你是想当一秒钟的英雄，还是当一辈子的懦夫呢？这一波跑不掉了，还是反打吧，差点死了，他有个绿茶，没办法。下键买个小血手，好勾，大呀，直接给他控死，不就没了吗？哎，这个阿莫莫不叫大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干啥呀？好，杀不掉你信吗？伤害不够，全死了。你直接二呀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过分了，过分了。哎，好勾，好击飞，这波我上好像什么意思啊你？队友想点投降干啥呀？神经病！
这把我这么肥点啥呀，来这个你妈的，这个中野是个代练吧，这个中野我操玩的也还可以啊，有一说一，我他妈吐了，团吧团吧团吧，嗯，考够机器人勾的还挺准呢、啊、有一说一，这么好的辅助浪费了，你看这诺手都废了，看到没有，不好送人头，这都没死吗？死不掉啊，这是什么输出啊，你妈人家十五级你十一级，我靠，这个人应该是带电的，嗯，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打这个钻石打这个白银局下面打钻石局一样，有没有，直播间应该有白银的好朋友吧，是不是支援一手，大面一嗨一 W 二连点蓝，他死了已经 Q 一二连点蓝死了，不别追了，炸死了，下路带一下，推了，石头人拿一个石头人，看能不能刷了，能刷最好，不能刷也没问题，走下路带过去，漂亮，继续往前推，这把的话咱们虽然说炸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把是有机会可以赢的，因为我现在挺肥的，现在唯一的就是 ADC 打我泰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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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一下救一下，不是没人救吗，哎常德所立，溜了没闪吗哥，一好勾，哎哎，机器人，好家伙啊！一段 Q， 接二段 Q， 接崩山裂地斩，接桶，漂亮，溜了。哎，接一段 Q， 往回拉，还追啊？那你可能会死。选手来一个，感觉得买个蓝盾。鱼人不回来吗？鱼人，操了个地下了，这完了，你回来呀、啊？不是这个中路，他们压根就不太想好好玩，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他妈赢归赢是一回事，你好好玩是一回事啊。关键是有机会，他们不好好玩，才差五个头啊。吸血鬼十六级，我才十五级，他十六级了，亏亏，这阿木太厉害了，嗯，可以赢的呀，为什么要点呢？就一个吸血鬼起来了而已，嗯。老弟，
愚人尝试试取，尝试试图失去母亲，偷个鸡鸡吧。我完蛋了，我吐了，溜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什么套路啊？那我们家阿木是啥意思？他带个臣妾是什么情况？卖了，来个暴风大剑，先来一个。这个没看懂啊。现在应该怎么搞？现在不是很好打了。你二呀哥，我他妈想给你来一刀。现在哎，这个阿木木就是像个傻子，这阿木木半天不开大，打野你二剑扣了。我靠，这打野半天不放大是什么情况？那一波团，那一波给这个西月拿三四个头，也是因为他不第一时间不放大，好吧？本来其实这把的话，这个西月不应该可以这么肥的。推线了，不是吧？这也能输啊？确定吗，朋友？我吐了，没办法，进去吧。